还有窗户。对耶。哎，那边也有窗户哎。这里有人住吗？那要破坏了吗？是破坏。那你可以吃奇异果的。方便哦，超强的这个软体，你要什么全部都可以哦。那你有没有先预设就是存在什么地方？桌面。你可以先预设一个文件夹，然后你就去贴上就好了。要吃我的鸡翅。